这是成都军区某师组织进行的一次狙击手集训，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这些年轻的战士将在这里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磨砺。一名真正的狙击手最致命的武器并不是枪，而是要具备在执行斩首行动时一动不动潜伏数日的体能和忍耐力，在狙击敌人时以一当百的过人勇气，以及在混乱的战场上确定狙杀目标时冷静的头脑。所以通过非常规训练手段迅速提升这些年轻战士的心理素质和体能，是教官王兆荣最主要的任务。由于此次集训的地点位于海拔3500米的高原，空气中的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60%，所以在这里进行体能训练，体能消耗非常大，这让队员们一时很难适应。站起来！告诉我你们两个行不行？是。七十座总队大人。行，你们两个不要留。你们两个不合格。大将官，我还行。一个人行没用，你们两个是队友，要起来的话一起起来。起来，大人。在狙击手执行任务时，通常都是以二人为一组的方式行动，两名队员一人担负对目标进行观测、监视和保护射手的任务，而另外一人则实行射杀目标的任务，这就要求两名战士配合得天衣无缝，形同一人。然而体能训练一开始，体能较弱的刀刃总是在拖羊棚的后腿。刀刃和杨鹏这些小组超出了补给时间，本来按照要求您是看着原木进行就餐，但是今天是第一次，我原谅大家，但是下不为例。报告教官，我们这组体力不行，体力不行，立业还有眼目失败，加强锻炼这组，报完毕。你们自己看着办，速解散进行就餐，目标翻坛。刚教官都说原谅你了，你干嘛还要坚持要这样吃饭？报告我们自己体能不行，加强自身锻炼。这次午饭，刀刃在没有和杨鹏商量的情况下，便主动请求接受惩罚，这让王兆荣感觉到杨鹏和刀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了。王兆荣只好使出了以毒攻毒的招数，让他们理解什么叫队友和组合。坚持，还行不行？行，兄弟行不行？杨鹏，坚持！王兆荣明显对杨鹏、刀刃小组要求的更加苛刻，两人一同挨罚的次数更多了。杨鹏被罚怕了，他逐步意识到，唯有帮助刀刃，才能让自己得到解脱。刀刃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杨鹏的鼓励似乎也让他感到了久违的战友之情。他这天的训练很是卖力。刀刃起来！快！然而，面对即将开始的难度更大的体能考验，他们能联手给教官一个满意的表现。这样艰苦的训练是队员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水温冰冷刺骨，而且还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在晃动的绳索上艰难爬行的队员，稍不留神就会坠落水中。站好！
水柱的击打让在摇晃的绳索上艰难爬行的队员们更加无法忍受，纷纷落水。上去，爬上去，爬上去。但一次次失败过后，他们又一次次倔强起身，回到绳索的起点，顶着让人头晕目眩的冲击，重新爬上绳索，继续着自己的任务。然而当战士们一个又一个成功到达终点后，泥塘中只剩下了刀刃和杨鹏。加油刀刃，快死你！忍受着刺骨的寒冷，刀刃一步步向终点靠近。之前一次次的失败早就让他体力透支，此刻杨鹏的支持鼓励和自始至终的陪伴已经成为了刀刃完成这最后十米的唯一动力。为什么请你们两个单独开小道呢？因为你们在这个坑洞上表现得不够好。我站起来，爬上去。既然是小组，要有协同意识，相互协同，相互帮助。啊！坚持，坚持，快！啊！坚持住，快！快！坚持！在这场异常艰难的体能训练中，刀刃和杨鹏的组合终于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行不行？坚持住！坚持，坚持，快，坚持，快，快，坚持住！刀刃和杨鹏终于开始明白了配合和兄弟之情对自己至关重要。唯有兄弟齐心才能战胜一切。能不能坚持？能。好样的。这不行。在过去一个月的训练中，队员们终于完成了艰苦的体能训练，但对于成为一名真正的狙击手来说，这仅仅算是入门级的要求。在比体能训练更加残酷的忍耐力训练中，队员们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眼睛睁开，眼睛别眨，别眨，卡到我眼睛了。教官，教官，干什么？爬到眼里了。爬到眼里就爬到眼里了。啊，他咬我。坚持住。教官受不了了，我看不见目标了。这是在高海拔地区，我们搜集了一些虫，跟当地老百姓了解了一下，这种虫无毒无害，但是有股很臭的味道。因为狙击手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受到外界任何的干扰，比如说有蟒蛇啊，还有虫啊等等。它趴在身上，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狙击手在观察和射击执行任务，所以说我们利用这种虫来进行训练，来锻炼这个狙击手的忍耐力。好臭啊，教官！这个虫子好臭啊！看着目标，眼睛睁开。这些个头不小而且臭不可闻的虫子很快就爬满了队员们的脸。
这种从未有过的训练方式确实激起了队员们的好胜心，每个人都鼓起了12分的信心，准备对抗这些恶心的虫子。说你们是孬种，看看你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证明给我看看。还能不能坚持？杨鹏的反应则更加强烈，他性格急躁的弱点很快便暴露了出来。你扎什么？不要扎，我坚持住。杨，坚持，坚持住。包教官，你坚持不了。包教官，受不了了。受不了也给我坚持住，停住。啊！干什么？坚持住！包教官太阳了，受不了就给我滚了。其他人员继续训练，盯住前面目标。刀刃万万没有想到，这种恶心的小虫子会将杨鹏的意志力彻底击垮。此刻已经有3-4只虫子在刀刃的脸上爬来爬去，有些虫子的脚甚至已经嚣张地踩进了刀刃的眼球中，他的泪水瞬间涌出。还能坚持吗？痒不痒啊？不痒啊。刀刃超乎常人的忍耐力，证明了他具备一名优秀狙击手的潜质，但他这组的成绩由于队友杨鹏的霸训最终被取消，他们再次成为了集训队的最后一名。杨鹏愤然霸训的表现暴露出了他性格上致命的弱点，为了加强他的忍耐力，队友刀刃会想出怎样的办法？在更为残酷的野外生存训练中，杨鹏和刀刃又会有怎样出人意料的表现？军事纪实正在播出。杨鹏赌气般的退出让刀刃始料未及，为了帮助杨鹏尽快突破忍耐力的极限，刀刃把他带到了营地中一条还没修好的石子路上进行匍匐训练。一块块锋利的石头就像一把把倒插的匕首，肆意切割着他们的身体。刀刃，受不了了，慢点，左红线走，等一下，太痛了，坚持着，走，走，坚持着，走走走，啊，走。对于狙击手来说，忍耐力越强，就意味着在战场上完成任务的胜算越大。刀刃非常理解杨鹏的痛苦，但他也十分清楚，如果此刻让杨鹏有了喘息的机会，就等同于在战场上放弃了战斗和生存。坚持着，杨鹏走。整整一天，杨鹏一次次到达了终点，但又被刀刃一次次的拖回起点。在这周而复始的锻炼过程中，杨鹏的忍耐力一次次被逼到了极限。快点！尽管杨鹏的忍耐力在队友刀刃的帮助下逐渐得到提升，但更加艰难的挑战再次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快快快，冲起来！由于狙击手在执行任务时有可能要潜伏数日，所以他们还必须学会野外生存的技巧，以应对在长期潜伏时口粮耗尽的特殊情况。队员们都使出了各自的生存技巧，而刀刃带领的小组却在一片泥坑中找到了食物。你去走走走，再来啊，再来，走。
是死了是吗？是死了是什么？黄鳝。泥鳅，泥鳅是泥鳅，不是蛇。坐，坐。抓到了，抓到了。还没有。抓到了，抓到了。来来来来，然后看看有没有。还没有。摸到可行吗？快快摸起来。摸到了，摸到一条鱼。这。我摸到一条。先来。抓到，抓到。抓到了。来来，跟跟。走。走走，各小组注意，搜索食物，结束。各组迅速带过来集合。运到中，走。三组到，走了。一组报告教官，我组在寻找食物中寻找到几窝鸟蛋。今天大家找到的都是鲜美的东西，补身体的啊，很有营养的东西，但是狙击手啊是不能生火，因为生火的话会暴露目标，也不可能吃上这个美味可口的热食，那么大家就只能就地解决。好，解散。跟我来，三组跟我来，三组跟我来。随着王兆荣的命令，各组分开就餐。太艰苦了。看着其他队友们吃得那么开心，刀刃这组的队员真的有些犯难了。看着扭来扭去的黄鳝，实在不知道从哪下嘴。那这个就有体力了，是吧？这是我们的体力。好，对，都是龙哥。没事。啊！吃，吃下去，快！太苦了。吃下去。这个是你今天晚上的晚餐。我吃不下去啊！吃下去，快！烤，我给你做什么？实在是太难吃了。看到没有？快吃！如果你不吃的话，今天晚上你这就饿肚子。太难吃了。难吃要吃，快！你怎么吃的？好，再看一顿。快！哇！加油！吃！加油吃下去！哎！下去！太难吃了，来，你吃。难吃，你不吃你没体力。我怎么吃啊？看队长都吃了，吃。那你没吃啊？我一定是吃。刀刃鼓足勇气，一把抓起了鳝鱼，吃进了嘴里。它还在动，是新的。那你怎么还能吃下去？补充体力，不就把它吃下去。在大家惊讶的注视下，他竟然又抓起了一条黄鳝，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队员们都能清楚地听到鳝鱼的骨头被咬碎的声音。有了刀刃做榜样，队友杨鹏也终于鼓足勇气，勇敢地咬了下去。从他的表情上就能看出来，那股腥气确实让人难以忍受，太腥了，还有点咸。能吃得下吗？我相信自己能。
在两个月的集训中，刀刃和杨鹏这两名最优秀的射手彼此支撑和帮助，逐渐融为一体，爆发出来一个优秀的狙击小组应有的强大战斗力。队员们被要求在500米外对凶环靶进行射击，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500米外已经如同米粒般大小的凶环靶，而是在靶心上贴着的扑克牌。如果是在战场上，这相当于在500米外射击敌人的额头，这绝对是考验枪法的狠招。但这对于神枪手们来说似乎并不太难。刀刃和杨鹏的表现却更加令人惊讶，刀刃的子弹正中了扑克牌上微小的十字，而性格有些张狂的杨鹏连发数枪，在牌面上轻易地打出了一条斜线。在集训结束时，刀刃凭借在体能、射击和心理素质训练中的优异表现和坚强的意志，最终被确定为狙击小组中的狙击手，而杨鹏则担任观测和掩护的任务。先一天又出三个问题。养兵千日能打仗，用兵一时打胜仗。扫描训练场，透视军兵种，放大精锐部队练兵细节，见证全军官兵战斗意志。浸透着一线作战部队铁血味道的系列节目时刻准备着，军事纪实栏目下期播出第10集。